鬆，八個人鬆鬆鬆。呢個鬆咧喺呢度呢度呢度跌落去噶，唔係用手，唔係用手攞佢落去噶啦。嗱，我呢度鬆，你睇住我嗱，呢個陰，呢個腿分陰陽，呢個中有個中定，有一有 pressure 咧，唔要一個唔要，一個慢動作，慢嘅動作嚟。慢動作，慢動作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你睇下嗱，好直接了當，一個空嘅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空啊嘛，這個。所以你是一二三，就先鬆肩，再鬆肘，再鬆腕啊。好，哎，我分階段都唔，根本冇分。但你做的時候不用啊。做嗰年唔分㗎，你睇下呢個接位啊，前面是空啦。我依家手擺喺度，我已經黏住。你這已經是空了。我唔肯你，我就發嘅。嗱，我都肯你啊，睇下啊。慢啦，啊，好慢用嘅啫嘛，好慢用嘅啫嘛。我手又係咁嘅啦。嗱，陰陽中定。翻手阴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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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唔俾假我就唔發嘅，我發勁啦！我都係唔係用手發，我係呢兩個跨膠地出嚟嘅。嗱咧，啊！啊！所以轉一圈又回來。哎呦！他身體都轉了。你看啦，呢個手，如果你要定步蹬腿發勁咧，已經係麻。不需要的，你要習慣了一樣東西，一碰手拿來的重心中心，用人家的重心中心，兩個腦之間你的腦空了，都能夠接到它的能量的電波，你的腦裡面有東西，你就已經思想慢了，隨便吧，是不是？怎麼打我不要告訴我，是吧？我冇理佢，我唔睇你，唔理佢呢啲情况，系嘛？嗱，因为我手仍然喺度噶，被打咗佢啊！再来一我觉得这里是发力的那个中心，然后这等于是个鞭子，鞭子是鞭梢啊，鞭梢出来，鞭子把子在胯，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拿着这个鞭子，不错，好步啦！你擒下我嘛，你擒下我就知啦。你想拿我手呢？你拿你拿的时候，我刚想就被你抓住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肯拿我了。随便，随便。嗱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系咪啊？好慢动作，好慢动作。啊，这个不一样。因为佢呢度攞我嗰阵时咧，佢要旋转啊，我将个旋转，你头先咁讲，我将个旋转加快咗啊。加快就變成我琴琴嘛，如果我慢了後果怎樣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被他拉住我死了。但如果我的速度是順利自然的，你怎麼都快不過風，快不過自然，是不是？你的手不能這樣扭我，我就向上走了，變成你的反關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的手呢？我的手，哎，我想这样去抓师傅的，我想这样去抓他的，这样抓他。他手就干我了，他举头就举那边了，他根本不给你的。